一呀！已经跟不懂的主人吃了一顿很丰盛的午餐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进行这一场的农事体验。我们今天的工作是帮他们捡石头。现在来去秘境，蓝宝老师带路。我还没喝了，还没喝。他刚刚吃超多鱼的。如果我有喝的话，是另外一个秘境。另外一个秘境，哎呀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期待去秘境。
今天是在土板部落的第三天晚上，这天的晚餐会伴随着晚会一起进行，而晚餐呢，就是我们刚刚去各个人家里面准备的料理集合而成。我们这一组呢，就是烤鱼。在刚刚结束了，现在大家呢都卷起袖子帮忙把场地复原，这也是志工的工作的一环。现在呢就要把这个空间整理出来之后呢，就要结束第三天的行程，要回去洗洗睡咯。知道，哎、欸，他要全班画完呢、欸。限定一个，限定一个。哦，他会不会扶？不会。没有，下腰啊、哦。他不好对焦，他叫我们不要动。啊，叫我们不要动。我也要。把石头捡起来，把石头放下来。石头捡起来，又再放下来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